再来关注一下刚生完宝宝的姚晨。那从姚晨客串拍摄《龙门镖局》开始呢，众多新老观众就一直在翘首企盼，在荧屏上可以看到吕清宁。那吕清宁是谁呢？原来啊，她就是郭芙蓉和吕秀才的女儿。那姚晨的穿越戏在播出之后呢，不少的观众更是感慨万千的说：“姚晨那一段啊，我要看十遍。”她娘怀孕的时候吃错了药，伤了胎气。一出生就不会哭，请大夫来发现。